其实日本吼，俺们广东农业，台湾可能同以前俺们殖民的历史也有关，农业有关的政策，还有相互的间的交流啊，过多路同日本有关。我说广东农业，尤其广东人好食，日本的寿司啊，广东也讲米啊，大家也过好食。我说广东农业如天朝的广东日本，我说俺们啊，感觉讲，日本是天朝的起的，尤其俺们过多政策其实也会参考伊人呢。我说上海同大家层面的去推大家去看，如伊人在农业方面，尤其粮食方面，都带伊人做。吃的个好西北蔬菜，有时候还有嘛个像俺的还有许多南韩，吃的好西北有奶豆，还有有奶豆东西嘿，伊人也有多困难，可能同俺的穷养，因为大家如嘿粮食嘿如嘿自己哩过唔拉个，我说伊好伊人的东西，还有类翻身打身啊推完的情形安尼。好，多谢两位为大家做安详细嘅说明，其实呢也。只下每套嘢呢，同大家来报告一下，客家电视台已经九年嘞哦。其实呢，俾到一本客家人呢，讲述到各种各样嘅神话，而呢系做咧因呢啲客人嘅神话故事，而呢贴片做咧一套样片，而一下就。